你看这个紫色，这个紫色，哇哦，请问你是 ？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 new day new life. 各位，今天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带大家看看我们的新朋友。这个就是我们很久很久之前呢，也不是很久很久之前，就是之前去名古屋的时候呢，带回来在年底啊，不是年底，月底的时候呢，要抽奖送给你们的东西。你看这个超可爱，它这个铃铛有声音的，这个超可爱，这个我真的超级想要，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送给你们的，我没有这些东西呢，里面只有这个东西是我的 Pokemon Go Plus。啊，这个我可能今天应该没有时间可以测试它，可能明后天再来测试它。然后这些东西啊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的 Facebook 或是 YouTube， 这个会在我们一月底过年的时候呢，会举办抽奖活动，然后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又要出去拍 FFB 的影片，好嘞，今天又要去拍，而且今天也是要拍两支，然后拍完回来呢，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家伙给解决掉了。 I will kill you。 有一点点胡渣，每次呢，我想要出门的时候呢，天气就会变很好。好像，天气好像有点，你看有出太阳，然后但是天气又很阴。OK， 所以这种天气呢，拍 Pokemon Go 的影片应该也不是很合适，所以今天还 OK。那我们就要去工作喽！拍完啦！今天拍了超级久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刚发现了一头非常美丽的秀发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看，哇！你看这个紫色，这个紫色，哇！请问你是？ You're beautiful。 西亚是西亚，是西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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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亚。你又换发色嘞，跟上次又看到不一样，色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啊又有迷幻的感觉，紫粉色超级好看，紫加粉红，然后听说这个要价不便宜啊。我们今天拍了算是4个小时，而且上次也是拍了5个小时，上次也拍了超级。那总之呢，接下来呢，我应该要回家吃晚餐喽。猫咪，这是。嗨，他都不鸟我。Yo， 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喵，拜拜。回来啦，各位，我因为从中午去吃去拍摄去工作，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我买了超级多。这个黑仔熊推荐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一级排骨，然后还买了好多盐酥鸡。待会呢，我们吃饱之后呢，就要 I gonna kill you. I will kill you. OK，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吧。这家盐酥鸡啊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在附近的。我还有看到留言，好像有人推荐我一些附近的美食，拜托你再多推荐一点好不好？这样我才知道我晚餐可以吃什么。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个便当给大家看看，这个是黑仔熊推荐的，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，如果不好吃我就把你做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打开看看吧。呀呼，看起来还不错耶，其实哇呼敌人看起来非常的顽强，我们一定要使出全力跟他拼一个你是我，我不是你是就是我吧，来吧！我们成功了！我告诉过你了吧，我会把你干掉。Bam！ 最后
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吧。我们上一篇 Vlog 大家最常最常留言的问题：高跟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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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跟鞋。OK 啊，为什么大家都对高跟鞋那么感兴趣？你们可以看重点吗？就是不要把重点放错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个高跟鞋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？因为这个地方是朋友的租屋处，那他在二月中的时候准备退租，然后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时间，所以我就跟他借了一下，稍微住一个月，好不好？所以事情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，到底想到哪里去啊你？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，那么最后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一个喜欢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下铃铛，快点啊！那我们就明天见。